这么帮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你放心，你的花店我一定给你做好。很感谢你。我对你好，不光是因为项目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。我觉得你不会完全感觉不到，只是之前因为有下过，让你对别的一切都屏蔽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，考虑我。文雅，其实我……遇见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，但是没关系，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。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们会一起努力的。遇见哥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。嗯，明天见。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我相信你。有什么话要说？你都看见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说的工作关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让我回乐山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这……分手吧。这句话你憋很久了吧？我只是说出了你想说的话。当初你离开乐山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。行啊，你话都说的一模一样。他是不是特别温柔，特别体贴，特别善解人意？你最需要陪在你身边的人是他吧？可以第一时间替你分忧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还要跑到上海去跟我演戏？你把我当猴耍吗？真是太傻了，我真的差点就信了，差点就信了你的用心，信了你的努力。你愿意这么想就这么想吧。是，他不仅帮了我，还帮了我们全家。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为什么帮我的那个人是他不是你？而你呢？你又在做什么呢？大家都别演戏了，好聚好散了。